没有啦，是已经有预备，现在比如说国外那两个建档，他们涨价就是直接过给他们这样子，对，就看自己要选要去日本还是要去美国这样子。那个第一个在第一个，对，看一下我对一下。好，这第一个，这第一个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对不对？昨天第四集还第四集播完之后，就超多人，超多影迷在底下问说，姐你还需要你还需要粉丝或是女儿吗？ 你忙你的啊！那我现实中，现实还是满18岁就送他们一张入场券啊，搬出去的入场券。所以你不会，那种是 care 说他们大会想自己搬出去，你不会阻止的。我好希望搬出去。你需要我家长吗？帮他们买一间。 房子，送房子，送房子，送那两栋啊。没有啦，是已经有预备，现在比如说国外那两个建档，他们涨价就是直接过给他们这样子，对，就看他们自己要选要去日本还是要去美国这样。但是比如说我送他特斯拉的时候，他这样，入戏，但是我没有，他就有车子。 他的私处，对他本来跟我手牵手一起看，然后就把手抽走了。对，有一幕是有一场戏是他拿那个入学通知单给我欠他一下。嗯，你是真心还是假心？你为什么可以亲他？不行，你要吻我两次，而且你要捧着我的脸。这是我相信，因为我之前拍完戏之后有去月姐家玩，然后不理你，那个小孩子踹我。<笑> 我两下总快踹我两下了。女儿吗？女儿。那不小心提到啊，你觉得她蓄意？蓄意的，蓄意的。那你怎么跟她那个？你还好，你家的时候还。因为我现在才连接起来，我当下以为在跟我玩。就好久没有看到她了。我没有再来，就是家里敲门。没有，无声无息。 好，来，中间，然后再次看一下中间，请大哥指示。好，请五位看一下右边。跟明珠两次调解都没有成功，私下还有在见到你。没有就完全好像有点消失了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就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我没有再来，就是家里敲门。没有无声无息。 没有啦，没有听说这件事，这应该大家都会知道。其实有很多住在那边十几二十年的邻居都会来跟我们说，就是要继续住在这里哦，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气馁或什么的。嗯，就觉得还蛮暖心的，因为反而多了很多好像可以敦亲睦邻的邻居，本来不认识的嘛，都因为这件事情反而大家联系上，而且变得很好。 我上次看谁说啊？好像是高音轩吗？还是谁说他当过主委？他说当一年要老10岁还是什么？反正总之就是这种职位真的很不简单，真的不是凡人能做的。我自认是凡人，没办法。我说真的还是会，因为有一些阴影不是那么快可以消除的。他们每次看着电梯的那个灯号。 一亮到7的时候就非常的安静，可是就是小孩子很自然的反应了。但是我们都会一直借这样子的机会教育，让他们知道，其实世界上种种人，百种人都有嘛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。